来，我有胸中十万竿。好，来，我的写法开始就是稍微障梦一下下哈，我让他过来，对不对？障梦，我有这样过来哦，有没有？哦，这样过来哈，往过来回来，你要借什么？好，可是这个太好 ，OK。我有这个还多一点一点啊，我有。胸中十万竿，这个胸这样写要记得哦，往外对不对？进来，然后往下，然后再从这里过来上去。胸中，然后呢，中可以拉稍微长一点点。胸中，好，十万竿，十万啊，这个就要写小一点，不是写小，就是不要那么长。哦，十万，咋办扣？什么竿呢？就是钓鱼竿哟，哦，十万竿哦，竿从外在内按过来，哦，拉过来，对不对？稍长就好了，这样就好，十万竿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拿十万竿嘛，一时非作林一梦，一时，看完了，一时在这里，往上提，一时降下来。往上一二三上去，往旁边开一点点再进来。一时，一时干嘛呢？飞坐飞啊！我给你写简单的飞，这样过来就好。飞哦，飞坐坐我们就写到中间了，因为太开了嘛哈、哦。飞坐什么呢？好，淋漓墨淋漓。这样过来对不对？往下往旁边淋漓上去，这样过来哦，我们还是水，这样过来一个纹，这样过来往外再往内按过来，哦，淋漓墨墨这个它接过来比较好看，这样哈、哦、往上提一二，然后外面进来再进来淋漓墨哈。哦，这里有一点点歪斜，故意把它歪斜哈。然后这个还可以再写一个字，位。位呢，我们就像刚刚那个，但是有变化一下。好，位为什么呢？进来。为什么呢？位凤位龙上九天。好，凤怎么写呢？看一下凤，按过来，往上提。好，然后呢，从这里过来下来，然后这样拉出来，这样过来，这位凤。再来呢，卫龙，哇，这个威风威灵啊呢，哦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往上提下来，又过来，拉宽过来哈、哦，从这里再过来，卫龙哈，啊、哦、龙，这样过来对不对？然后威风威灵，按那过来，一二三，再一点，卫风卫龙干嘛？上九天。上到这里来，九到后面来，然后这样过来，然后往外，再往内，九天，哎，快，威风威龙上九天，好，染过变云霞，染变云霞看新绿，染这样写。靠近，再往后，再往前，好，这样对不对？按过来，变这样写，往外，再往内，这样就好了。往变，哦，转变，云霞，云在这里，哦，云在这里，然后拉过来，往外，再往内，云霞，按那对吧？按那，然后一横，然后一。阿来过来，这样就好。转变云霞，一点慢点哈。看心率，看，看好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看哦，对不对？好，心一二三，往外，再往内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拉直，再往旁边来，好，有没有？绿在这里，哎。下来看心率，哦，这个也蛮美的哈。对呀、啊。
好，看一下这是谁的？这个难道是郑板桥？哦，我还以为是何秀金的。我那个不看。啊，板桥，郑板桥啊，郑板桥做过县令呢。老师，这个纸写起来韵味不一样，蛮好写。对，而且那个墨印会出现。对对对。哎。郑板桥是上次我买的，上个礼拜买那个哈。哎呀，你都欠欠，即马到时若无回，你都买无啊你。哦，我有没有写日期？因为已经穷款了啦，啊，就是无所在东西啊，好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好，好，这还不错。嗯嗯，啊，这虽然淡墨哈，也感觉蛮好看的哈。所以，哎，才五分钟了，你等于忙干了五分钟了，你要写草十分钟。好 ，OK， OK。郭兆朗下西哦，这真有趣味了。我有胸中十万竿，哦，一时非作淋漓墨。我在怀疑这个竿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我们有时候会看到网络上的，我会写错，到底十万什么呢？啊，作淋漓墨。为凤为龙上九天，哦，染遍云霞看新绿，郑板桥诗，哦，所以我再来查一下这个竿有没有写错，如果写错了，网友指正一下啊，我再来写哈，嗯，我有胸中，所以呢，这个中有变了一下，这个尾哈，你看墨还是有看得到哈，有竿有诗哈。好，这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。好，下礼拜先走了。好，拜拜。好，努力学哦。好，下礼拜可能请假。我要挑战他就不敢来了。对呀。不要挑战。搞不好我也不敢来。哎呀，你们都不敢来，我也不敢开了。OK。所以写书法，如果你写到好作品，或者是它的字句很好，或者你写出来很好，你也会有成就感。所以我们的成就感就渐次累加，一直来，你就很有兴致啊。书画的部分，也就是因为你的成就感慢慢累积而喜欢而有兴趣，哦，所以我觉得慢慢每一幅作品都有一个成就感最好，哦，所以秀金写的有没有成就感？